今天伦敦奥运会将会进入第六个比赛日，共将会决出18枚金牌。那么中国代表团除了男子乒乓球的单打属于大热之外，其他的项目见金的难度很大。那么晚上的10点钟，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很有可能会在两名中国选手王皓和张继科之间进行。那么在先结束的一场半决赛当中呢，张继科已经是4-1击败了德国选手奥恰洛夫，挺进了决赛。而王皓与中华台北的选手庄智渊的比赛仍在进行当中，那目前的双方是战成了1-1。在晚上10点钟，射击男子飞碟双多项的决赛，中国选手胡继渊和李军都会有夺金的可能。那当然呢，赛场的竞争也太激烈了，所以这场比赛依然是悬念十足。而晚上的11点钟，女子柔道78公斤级的决赛，北京奥运会的冠军杨秀丽将会力争卫冕成功。那另外呢，游泳、网球、体操、自行车都有可能会带来惊喜，值得我们关注。